開學前呢個星期，唔少小學都舉辦小一適應日，幫升小學生盡早適應新學習環境。究竟學校點樣協助佢哋？小一新生嘅表現又係點呢？警務處反詐騙協調中心嘅逃出騙動雪糕車今個月就出動，遊走全港，派發防騙主題雪糕之餘，仲會透過防騙遊戲提醒市民要提防騙子。今晚港台電視32《懸聚香港》。